京城乃天下中枢，天谴之说不论真假，我金吾卫掌管皇宫及京城安危，必须尽快查明火灾真相。是，告诉下面的人，那东西至关重要。就算炸遍了整个京城，也得给我找出来。这几个金吾卫，终究是心腹大患，绝不能。不管是人是妖。 我会护着军鬼东西。你找死！你这阴气还真的很迷人呢。今晚你们一个都逃不掉。不要惊慌，金无畏在此。梁川，马上！不好，快走！ 如今天谴之说已传遍京城，从今日起，尔等必须集中全部力量，完成大业。